型男倒霉王第二站开打，扯成强运加持能逃过一劫吗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呀，剪刀石头布。太喜欢猜啊，猜题他就没办法。对，我上次当倒霉王就是因为全部让给他，全部都是我猜，全部让给他。是你全部都猜赢了，我不让给我，结果你自己选的嘛。请问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们为什么不猜？因为我不知道母猴怎么指使公猴说，哎，你去回，你去回。回，挑战者来，剪刀石头。北海道梦幻食材来报道，师傅大秀厨艺简直太犯规。这个就是一般的烧烤酱而已。所以你现在这个和牛煎一煎就可以下去，就是了。对，家境真不错。哇！好，铺在上面。你在试喝的？对，我很怕，我很怕米德师傅的口味跟大家不太一样。那你这样喝的嘴巴要不要再喝一碗？我就可以试吃一下那个萝卜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师傅不烫哦。哎呦哎呦，这个时候他也不会讲烫。对对对，普遍来说，师傅算是泡面是吧？新南倒霉王第二站。人间名单来帮忙。只是收看好吃好看又好玩的型男大主厨，欢迎两位来宾，超级大来宾诺诺上华，堪称台湾演艺圈最聪明的两位代表，长各自有长脑子，是不是？才貌双全，是吧？厉害的，哇！这两位甚至一时之选，哎，今天我们两个倒霉王，是第二站，第一站谁输啊？老吴跟谁？我跟詹，哦，你跟詹了，我跟詹，那今天换我跟詹。除了输赢要压住之外，最主要是好料吸引大家，一定要的。因为今天是北海道梦幻食材，从北海道回来，哇，不能去也用它的食材来解馋。好，五星级的，你所想到的北海道有的都拿到现场来了。好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为了两位尊贵的，哎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哎，你不要说谎，哎，超水池宴客菜，好，这个没有说谎，真的很省时。欢迎陈佑胜师傅。北海道的水做出来的奶，北海道的水种出来的奶，还是养出来这么多好东西。哎呀，北海道的牛，哎呦，为什么啊？扇贝啊，好不好？应有尽有。来，带来第一道超省时宴客菜，是菜名叫做北海道干贝味噌炊饭。炊饭，对，哎，来哦。这时开始，好，那一开始的话呢，我先选用这个红喜菇，哦，用香菇做个打底，炒香。香菇打底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待会我们会做一个快速的泡菜，萝卜泡菜，所以我加了一点这个白醋、味淋，我们先把它煮滚，以及这个白酒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准备这个猪梅或话梅都可以啦，就是一种比较日本还是很喜欢吃梅子嘛。然后现在我要加味噌，一般说煮饭会在这个步骤加酱油去呛香。那我用味噌炒过之后，比酱油更好的一个风味，这样。哦。那这个时候会呛清酒。嗯。然后味淋，柴鱼高汤。对。那记得哦，这个饭跟水的比例，说一铁比例是1:1.5来去做。饭跟水，哦，饭跟汤了。对，等于说1:1。对，像我刚刚加的味淋嘛、味噌嘛，还有这个清酒，清酒1/3就好。这个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倒过来，放进去蒸笼里面蒸。蒸笼。对，或者是电锅里面。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赶快来煎我们的这个干贝，生食等级，对，生食等级的干煎的方式，所以我会撒一点盐巴，也是给它一点风味。这个时候就把这个，它的锅子已经预热了，预热了，要很热哦，很烫很烫的干贝煎起来才会，这个温度高到像能煎牛排一样，对，其实就像煎牛排的概念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一个荷兰酱，荷兰酱，蛋黄，好，然后两颗蛋黄，四颗，然后用这个水蒸气把它打匀。用水蒸气，对，下面加热，隔水加热，隔水加热，哦，是要这样玩的，对，它也可以隔着放在水里面，可以。然后这时候可以加一点这个白酒醋，刚刚留一点的。你刚只有四个蛋黄而已，四个蛋黄，加一点白酒醋，对，白酒醋。然后这时候我会加这个澄清奶油，什么奶油？澄清奶油，
就是奶油有没有煮融化之后？在澄清湖那边，澄清湖在澄清湖。对，他专门在开澄清记者会的那个。今天赢的局势很大哟。然后玩家另外一个，肥嫩嫩，这个是那个云丹酱干贝酱，海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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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胆，把它做一个海胆风味的这个。弄我的，弄我的，不要浪费。那你应该也吃过日月奶油吧？啊，在日月潭附近的奶油，日月巡馆出的。白酒醋一般的用途是什么？因为蛋加热会硬嘛，它就像是打美奶汁的时候你用的嘛，它带点酸它就会软化。所以那个干贝从头到尾都是大火煎它，它没翻，它没翻，要翻了，大火去煎它，水量很高，它不干，不会焦，对，它反而因为受热水会渗出来。对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转这个萝卜，现在才转萝卜，现在才要腌制萝卜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冲热。倒数最后一分钟，安内刚美快，差不多快好了，它快好了，对。好，先转够用的量就好。好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热的醋汁有没有冲进来？可以。泡一下。泡一下。好，所以饭已经好了哦。把它收均匀，收漂亮。很有日式感。它弄到那个陶锅里面，对在那个，再把这个干贝放满整个这个表面。好，等下和牛会用到吗？和牛，和牛今天不是我这趴，没有，今天都会用到，但不同的吃法。对，它并不是放在上面都吃得到的，你要先记住这一点。哦，海胆和蓝酱，我的颜色好看，看起来很厉害，超强哎，哇哦。然后我会撒一点这个下鱼葱，对，太浓郁了吧。其实用热做的泡菜也是另外一种吃法了哈，不一定泡菜都要吃了，尤其在很冷的冬天来说的话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放一点这个红色的枸杞，增加一点。你刚刚热水这样冲下去，它就有效果，就有效果咯，因为我的萝卜很薄，很薄，很快就入味了。旁边附一点这个蔬菜，好，完成。北海道干贝味噌炊饭完成。啊！精彩哦。对。那只有一对吃得到。我们其实是很煎熬，我们都要同事超哥啊，辛苦，常常要被这样子分来分去，没办法，辛苦你们。记得他现在这个脸啊，但他赢的时候就不是这个脸。好，他还误会我。好，要吃到这个好料，要答对这一题。题目是，在许多国家搭乘大众交通工具都有许多规定，台湾搭乘捷运时如果带什么？会无法进入捷运站。A 超过五颗以上的气球。B 超过五包以上的家用垃圾。我们先听人间明灯吗？嗨，当然是气球啊，因为里面有氢啊，还是什么，就会怕会危险。垃圾袋为了要拿出去外面丢，他会把垃圾藏很好啊。对啊，他总不会提五大袋，然后就是说我要被黑啊，对。然后还塞到那个捷运垃圾。五包垃圾抽真空了。抽真空啊。对啊。准备好了？抽真空。抽真空很方便哎。感觉不错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呀。哎，刚刚讲成这样子。对，我有真实经验啊，我有拿进去过，结果被捷运的人要求我在捷运站外面把它踩破。踩破。对，而且那时候那个气球买的还好几千块。哇。嗯。对，好了，就这样子吧。A 呀，罗迪 A， 来 ，A 呀，罗迪 A， 答案是 A。在捷运公司的旅客须知里面有一个规定，旅客随身携带气球时，其实数量不得超过五颗。嗯。而且任一个最长的边不能超过五十公分，所以你有时候拿一颗是因为它超过五十公分的。所以不行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另外，虽然捷运站的垃圾桶经常被丢满家用垃圾，但是捷运局并没有明文禁止说你不能带垃圾进到捷运站里面，非常可惜。哎，那你们要处罚吗？没有处罚。冰的。放。那我要先吃哪一个？其实可以先吃饭跟干。我建议你先吃饭。然后这个芥菜跟萝卜其实是解腻效果。好。就要跟干杯一起吃。饭比我想象干呢。炊饭本来就是比较偏干的型，你要把酱拌一拌，应该就不会那么干。嗯，你这个干贝里面还是半生熟的。对对对对，干贝可以续吗？好煎熬啊！可以可以，来，它的味噌的云丹酱，好浓哦。荷兰酱味噌是在饭里面，鲜味还是咸味都有，又咸又鲜，搭饭刚好。好奇的是泡菜，对，我也好奇，对。马上吃给你看，哇，酸爽对不对？难怪那一大碗有点酸，难怪那一大碗醋酸，酸爽，酸还是热的吗？不是，是凉的，凉了，凉了。这个泡菜好像少了一个汤哦。
五星小生有汤哦，对不对？好像有汤，如果真的要喝汤，就把刚那个泡萝卜的醋给他们喝啊。这是惩罚吧？要加冰块，没问题。还是你用个土瓶蒸，我们喝看看。哦，哎，好像很搭。拍手，好，今天的五星级北海道梦幻料理，我们有请两位主厨，邱宝兰和米泽师傅，欢迎两位。北海道的梦幻食材带出来的梦幻料理，从邱宝兰师傅开始。宝师傅，菜名叫什么？锦绣松叶蟹双鲜，我们用虾浆、鱼浆，然后外面裹着一个松叶蟹，还是花枝浆吧？哎，鱼浆，然后猪肉，哦，猪板油，对对对对，请开始吧。好，来，诺哥，你帮我这一个，帮我挖，好，把肉都挖出来，用汤匙后面比较好挖。哎，可以 ，yes， 常吃是吧？常吃常挖，常挖，把你那些浆全部放在一起，不是分开啊，我把它。待会做虾球，你的比例是一比一还是什么？啊，差不多一比一。那鱼浆，鱼浆猪板油跟那个一比零点五，零点五的猪板油，对，零点五的猪板油，对。香油，虾浆平常会用在哪里？做丸子，做丸子，现在很好买，这全年都有啊。对对，全年都有。因为它的接受度很大，我觉得全年很聪明。他会很就是明之所欲藏在我心，你知道吧？哦，知道。还有大数据啊，对对，所以企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。好，做了这个，你待会要包覆在那个那个蟹腿肉上面的，是吧？是。好，那我们要看看隔壁做些什么喽，好不好？我们带他回来。好，小伙子，来，米泽师傅是，陈哥来。今天用北海道的梦幻食材带来的菜名叫做，菜名就是北雪和牛铁板面搭大根徒手锅。嗯，叫徒手，它会把味噌最后把它涂在锅边，那它在煮的过程当中，它旁边就会焦化，那增加它的味噌的香气。OK， 对，来，请看示范，熬一些萝卜底，然后再加上丁香。那这边是用北海道的昆布。这边的这个是梅花肉，猪梅花肉，然后是一片叶子一片肉。对对对，我待会要铺在我的火锅，比较鲜甜，对对对，火锅的概念，没错没错，是火锅，就很像一个玫瑰花在锅子里，是的，很美哦，会把它做一个铺底这样，很美哦，有这种事，那你知道为什么都不要讲北海道的食材好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它天冷，所以它的成长的时间会拉长。它一旦拉长之后，它的甜度跟它的养分就会比较多，给它足够时间成熟。对，这个就是一般的烧烤酱而已，里面有萝卜、洋葱，然后还有味淋。萝卜泥。对，萝卜泥，然后还有洋葱泥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味淋，然后酱油，然后白芝麻以及香油。白芝麻。所以你现在这个和牛煎一煎就可以下去就是了。对，有加清酒吗？有加清酒。要切了吗？好，待会我来切。那我这边会再加调味的部分是酱油。对，你知道它现在这个汤可以做什么？什么？关东煮的汤。关东煮。对 ，OK。香气都来了。小火慢熬。真香，真香，真是香香透了。哎，很有仪式感哎，这个。OK。但平常在家里火锅也可以这样用哎。感觉很好。你这样子比那个什么卤白菜好看多了。那得滚，这也要滚到一段时间吧？很快啊，大概十来分钟就够了。它的梗带，它梗带叶都在里面。可是你肉就可以先夹着吃啦。哦，菜可以到这肉，对啊，肉跟菜要是肉熟就好啊。你在试喝是吧？对，我很怕米泽师傅的口味跟大家不太一样。那你这样喝的准吧？要不要再喝一碗？我觉得我可以试，蛮赞的。喝一锅，试吃一下那个萝卜。来，邱宝龙师傅有试吃了，好不好？上滑，好，我们有的吃喽，好不好？来，小火我转。这是马铃薯饼，我们待会呢，这个马铃薯啊，我们待会就是要把它放在扇贝上面下去焗。里面有加什么？里面有加那一个蟹肉哦，然后就加了奶油、盐巴、黑胡椒。我们就玩游戏题吧，来吧，好不好 ？OK， 答题，来准备，来第二题。俗话说，小赌怡情。前阵的世足赛，许多人都买了运动彩券。根据统计，哪个县市的投注量是全台之冠 ？A. 台中市 ，B. 新北市。人间明灯，网络有写。真的？你知道？你知道？但我怕我猜不赢。好，我猜台中。为什么？
因为有些好友在台中，都好，这次就是都很堵，因为大家都什么都买，所以台中人好像蛮热衷运动。你干嘛？怎么一直结巴？对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猫哥，是你朋友还在吗？还是已经？不是，因为我在闪，不能讲太多，因为有些是就是地下的，或是对。哦啊，对啦，有分啊。蔡姐，台湾的运彩，看谁跟他猜。我觉得台中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！哎呀！今天真的是，今天很旺。你觉得哪一个？这个不好选。你觉得哪个？我觉得，就像你说的，可能觉得新北人比较多了。对，我觉得新北人比较多。快点哦！哇，那酥饼好香哦！你一向选台中对不对？快点选，快点选！因为台中消费力真的很惊人了。快点选，快点选台中啊！台中的一家星光三月就比台北的三家。快点选！好了，我们知道了。啊，而且我台中人。对啦。好。Nice B。对呀。根据台湾运彩的提供的数据，这次的世界杯的风潮相当火热。而自202211月1号台湾运彩提供这个投注以来啊，观察各县市的这个投注的销售，以六大都的投注量最多的，前五名分别是新北市、台中市、台北市、高雄市跟桃园市。那一个重点是新北市就占了1/5%，非常高，因为新北市的人会全家一起玩。这边有个贡献者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在咸大族里面，我们有台中的一群厨，对，有新北，但是台中厨在世界杯的时候，你从来没听他买什么运彩，但我光听他讲运彩讲了3次，一来就说，我买了哪一支，然后哪一支怎样，有赚，请饮料哦，对啊，那既然这样，你有赚就请我们吃啊，啊，饮料喝饮料啦，没出息。哇！十二码发现，好喝啊！十二码哦，因为鼠泥呐，鼠泥，关键还关心你，很绵很绵。怎么样？说一下口感啊？它没有完全奶油散掉的，它还有块状在哦。然后加上你的蟹肉，然后奶油很香，蟹肉也有，加了北海道的鲜奶，感觉热量蛮高的哦。不会，还好，不会。现在还早，就全部都吃得掉了啊。这二厨收盘子，是，好，没关系，没问题。然后这个是刚刚的蟹球，哎呦，大哥。好，来这边呢，我请欧哥这边稍微举一下，自烧自烤，有一个海味。善华不想吃。善华，你在这边干嘛？你要先帮忙啊！太想吃了。这个是刚刚的马铃薯泥。哦，它是会这个薯泥这么具体这么强烈，它不会影响到那个扇贝的口感？不会啦，我待会帮你举。对。待会用上火下火了，200度，最高250度，240度。好了，米泽有试吃，来向后我转。那我这边待会试吃的部分就是豆皮乌龙面，豆皮乌龙面，对，先救我，快点，咱们来分级，很急哦。今天的第三题，来，请助理。许多人跟朋友吵架时都会想着如何解决冲突，研究发现母猴子吵架时竟然会做出什么事情来降低更多的冲突发生。 A 让自己的公猴子去陪对方， B 互相帮忙梳毛求和。人间明灯，我这一题猜 B。 为什么不猜 A？ 他因为我不知道母猴怎么指使公猴说，哎，你去回，你去回。超台语口音，对不对 ？OK 啦，我你去背一下，你去背一下，因为这个猴子为什么要讲？因为他为什么要讲台语？因为不是看到猴子都会互相的梳理头毛吗？他先施出善意嘛。母猴子为什么要讲台语？哦，哎，你就陪他，你就陪他。那讲英语的，讲英语的，那你会泰语的吧？给他刷，给他刷，什么东西啊？因为猴子不是示好都是互相抓。抓狮子啊，或者帮他整理对方的毛，对，好像很常看到，好像这是缓和的吧？因为去，那如果公猴子过去，然后就跟他开房间了，那不就赔了老公又折兵？哎，你不能乱猜，你是明灯哎，我没有乱猜啊，哎，在分析啊，我的理解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，因为我们没办法24小时观察猴子啊，
所以就我们常理看到，或者你没有办法24小时观察猴子，那你有24小时观察台中人下注。哇！不要拿上一题来吵架，冷静，来猜拳，来挑战者。哎，你要赢还是输？都可以。来，准备，还是剪刀石头布？哎呦，剪刀石头布。哟，不变哦，不坏。剪刀石头布。你好厉害，你是拳王哎，你到底是对。今天猜拳很强哎，很厉害，猜出说不定知道，对不对？对。上滑啊！我怎么办？你看这个，我觉得是 A 耶。你还是想选 B？ 我偏向 B 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公猴子他不见得喜欢。可是呢，我送公猴子去，他反而把他打一顿，什么的。不是那个，可是猴子不要用你自己的心态去思考这件事。你们两个都用自己的心态。这位公猴子，你冷静，他会喜欢你的，好不好？或者是母系社会吗？不是猴王啊。那猴王他就会有很多妻妾。我听他一次好了，好不好？可是你心里讲的是 B。快点，我要吃面了，快点。OK。哎，答案是 B。那你说，一定是 B， 为什么？因为你就刚刚已经说猴王了。那猴王那么多妻子啊，比如说这个 A 妻跟 B 妻吵架，那猴王要去安慰谁？都是我的妻子啊，我干嘛？猴王一般都是屁股拍拍，他坐在上面看。猴王是叫不动的。而且他还有十几个太太啊。他有十几个太太，他怎么会去处理？我们心平气来，你们俩去喝饮料，然后输嘛。啊，对对对。京都大学团队以宫城县离岛金华山、鹿儿岛的屋久岛的日本猕猴群作为研究对象，发现两只关系不和睦的这个猴子互相接近，快要打起来的时候，其中一只猴子会主动伸手去紧紧抱住另外一只啊，并且互相梳毛，不要生气嘛，然后让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。对，那研究人员发现是说，这个行为比较那个发生在成熟的母猴子身上，不要生气啦。公猴子没在管这个，公猴子没生气太轻。我们吃的是公猴一直交配，他都没有在管事情。他们要避开我们的体重，是玩哦，超贼。陈哥，你可以自己去再进去球啊。哦呦，哎，我吃吃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可以。哎，他喜欢吃这个，哇。连续两题让他们真的是很不应该。好久没见到现煮的，在家里都让泡那个泡面，让他们让了两，里面有鱼片的那个。哇，那炖香鱼好软哦，汤很清甜呢。对，嗯，它的汤跟日本一般的乌龙面比较起来，它的汤比较浓郁一点。哇，这萝卜厉害。对。你们丢席啦！哎，你们把料都要吃完了呢。没关系，还有和牛。对啊。哎，多吃一点萝卜啊！那个和牛，等下你们也吃不到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怎么那么乐观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，好啊，哦，这个汤头厉害。可以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吧？那里面炒了什么料啊？我刚才加了洋葱，这个是要炒那个铁板面的。对，要炒油面。黄红薯。对，我待会要炒铁板面。那是葱段是吧？对，葱白。你这里放什么？红萝卜丝，然后以及高丽菜丝。海鱼高汤，注意啦！哦，这个声音变了。哇，等一下加起来就熟。微煮一下。嗯，好香哎。对，少许的胡椒粉。白胡椒。对。然后再加我们的炒面酱。什么叫炒面酱？日式的炒面酱，很像猪排酱。好，和牛就直接在铁板上面把它烙过，可以帮我下那个油面了。好，这个面要先穿烫过吗？不用，直接炒就可以。一般海产店的两人份面呢？你这里那个肉是等一下放一阵子，它又会再过熟，不是吗？对，所以我这边稍微过一下就让它掀起来。哇，所以你这个和牛是放到炒面里面去了？肉很厚哎。对，铺在面上面。哇，你这很奢侈啊，一般都是猪五花肉而已。所以这边面刚拿起来吃是铁板面，用北雪和牛，这里要还价，不用不用，它家境真不错。哇，好，不用铺，不要剥它，不要剥它，还要铺皮，它有点那个下面的锅巴的感觉。那肉的牉肉，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啊，这牛现在才分两份而已，铺在上面，而且比较厚一点，奢侈。这牛肉不用再熟一点吗？红姜末，好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酱好。它加红姜，第一可以让它有点解腻。解腻，对，你在吃和牛的时候才不会比较油腻。这日式美乃滋，我吃牛肉炖饭，我一定要有它。真的，嗯，芝麻，芝麻，哎，味噌有要下吗？味噌是锅，待会。那你没有放，没有海苔粉哦？没有，
萝卜泥，太可爱了吧！北极熊泡汤是用模具弄的吗？没有，我自己捏的。好可爱啊！锅的部分的话，哦，抹这个，对，吃的时候它就可以有味噌烧焦的呢，也不是烧焦啦，就是有焦香味，对，那种焦香味。这个我一定要吃到。这陈哥现在对这一道很陌生。那待会我们要试，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好吃。试吃的时候再加热，那我的徒手锅也完成。完成。肥雪和牛铁板面配上搭档的大根徒手锅，哇！赞赞赞赞赞 ！I'm coming。来，向后转。我那个我的粉浆、脆浆粉。然后还有那个香辣粉，然后用这个蟹钳，好香哦！哇，这个汤汁拉个芡，把它回淋在上面，很鲜呢。陈文健，很抱歉，厉害，来勾一点芡，现在都在接龙，背一颗是不是？这个超香，是不是很大颗耶？啊，八嘴，嗯，八嘴哦，八嘴，小八嘴，小八嘴，嗯。太大太保准，嗯，那个也不用剪开，就直接这样，就一人一颗，漂亮，嘿，来，嘿起，嘿起，哦，嘿起，漂亮漂亮，漂亮合理，那个蟹钳，嗯，No 哥帮我放在旁边，蟹钳，对，小心哦。你那个放得下啊？还是蟹钳放底下？好可爱哦！蟹钳放下面也很好看，其实对啊，对，都像太空了。才会炸得酥酥香香，然后弄湿了，对。我说师傅不烫哦，哎呦，这个时候他也不会讲烫，对啊，你就下一集的时候看他有没有那个用风干，已经没有那个指纹了。下一集，主要是普遍来说，师傅算是好面子的。没修，没修，没，好了，祝你完成，完成了吗？锦绣松叶蟹双鲜，耶！希望我们一边至少一边吃一个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要有最后一注把它吃个吃干抹净，我觉得不好。尽量喽。虽然今天都猜赢哦，都猜赢，那个加油啊，上网。好，来两队请就位。让我们先品尝锦绣松叶蟹双鲜。OK， 啊，这个是邱宝师傅的料理。好的，准备，请出题。俗话说二呆饱困，日前国外研究发现。睡前吃什么东西，竟能更有效地帮助睡眠 ？A. 一碗热乎乎的白饭 ，B. 一碗香喷喷的泡面。人间明灯。哦，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啦，如果有一些尝试的人就会知道。所以这个答案是 A。为什么是白饭？因为我吃完白饭就想睡觉。我吃完泡面，我也一直要喝水，要说整晚会不好睡，所以我现在睡前都不敢吃泡面，而且白饭听说还可以促进挥发你的褪黑激素，褪黑激素，让你可以深层的睡眠，很会引述哦。你可以不要相信我啊，没有，我一直很想相信你。谢谢，刚才是我的同伴叫我不要相信你。可是他是国外研究，赶快，国外有在吃饭的吗？梳毛。哦，就是没有，他们才要觉得学吃，对对对对，国外也很少吃泡面。挑战者来猜拳哦，来呗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，哎呀，超会猜，很厉害。你如果都对，你今天全吃哎。对啊，我看到你全会，想到你会出什么？真的超会猜，安全猜啊，猜底下就没办法。对，我上次当了倒霉王，就是因为全部让给他。全部都我猜，全部让给他，是你全部都猜赢了，我不知道给我，结果你自己选的嘛，对，我错，就是我，冷静冷静，情绪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我们赞不赞成白饭？我赞成，赞成吧，赞成，是的，我赞成，我觉得饭吃的总是会有食困，拜托啊，对啊，哎呀，我今天这都是我猜赢啊，今天，答案是，哎。吃饭，只要吃到成品嘛。其实前面那些半成品要干。好了好了。好，睡前至少一个小时前吃一个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啊，像是富含叶酸的白米饭，
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。哦，那这个日本金泽医科大学也做过一个研究，显示在1848位中，比起将吃面包啊、吃面条的话，吃白米饭的人就是睡得更好，睡眠更稳。来，请喝。我讲修改。太好了哦！对，我们先吃扇贝，再吃这个。好完整哦，这一整个 set 好完整哦。啊，那个薯泥，对，那薯泥好吃。哎，好吃哦。那薯泥好好吃哦，哇，好香哦，哇，好吃哦，哎，这个好吃，很好吃哎。你看它下面还有一个鲜贝，到了扇贝，真是鲜贝，很大颗哦，很大颗，真的鲜。它的扇贝真的是扇者不来，来者不备啊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可以用中文再讲一次，大楼就是，哇，好大一个扇贝啊！看到下面这个海鲜的汤也很好喝，对，它本身扇贝跟干贝很香啦。你说扇贝怎样？你刚刚有炒，会有很烫啊，有点烫。我这个有撒七味粉，好吃。三道，还有这个呢，三道菜，所以继续吃这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三道嘞。你看，好完整哦。真的哈，哇，好快乐哦。真的。来，你的分享一下这个。我已经吃到忘我了，因为太好吃，尤其是这样，即使食材好啊，它自然而然它的鲜甜度都够，所以在上面的那个焗烤啊，哦，尤其整个扇贝这样吃下去，真的是很过瘾。然后最后又这个蟹钳，那外衣非常的酥脆，然后它只有撒些许的一些调味，然后它的那个蟹肉的甜味还是可以带得出来，非常好吃。嗯，好吃哈。你在找什么？很 Q， 找蟹肉对。这个虾丸效果好好，海味爆发。嗯。这个虾丸的好，它因为有那个鱼浆的硬度来支撑。哦，这个口感很舒服哎。它里面有加什么东西？有点脆脆的，会皮皮薄薄的感觉。它不是花枝丸内陆的，它是鱼。这是鱼，它是鱼浆这一路的。福州鱼丸内陆。对，内陆的。它没那么 Q。这有东西搭配吗？有真实的存在，鱼浆跟虾。鱼香跟虾浆两个撞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口感。那什么是不真实的口感？有些花枝丸就不真实，太硬，太硬挺，太 Q 了。有些东西太硬挺了都不像，你知道吗？像什么？他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句嘟的太好。他配下面这个很好吃。配下面这个是什么？配下面什么？那个豌豆，甜豆，哦，甜豆，甜豆，它把它豆荚，豆荚，好吃，好吃，对，很脆。因为那个里面的籽就是做芡汁，那就不要丢掉，就把它垫底。啊，我觉得甜豆荚好好吃哦，太大颗了，很多口感。还有一个，你说是什么？还没。郑茜，你人家都吃完了，你在那边，好吃吧 ？OK， 很好吃，好吃，效果很好哎。饱满的蟹腿，蟹钳子，哎，效果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哎。这上面是撒七味粉吗？对，沾粉，沾粉，沾粉哦，沾粉很好用，沾粉哇，沾粉好厉害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这个它变了一个声音了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它变另外一种声音了，嘴巴超满的，上瓦控制不住，控制不住，在有点这个荣登这三个的第一，这是我果粉下去炸，这个粉很厉害哎，对你很会炸东西哎，用你掌声鼓励，非常好。好好，就是这个，走成立有这次，可是北海道实在好吧，我们再吃一道好不好？好，希望你们吃喝个汤了啦，来来，想喝汤，想喝个汤，对，我想喝汤，好，好可爱哦，哇，哎，里面有乌龙面吗？里面没有，里面有没有？感觉刚刚就说希望一人吃一道，现在说哦，希望你们喝得到，它很温暖，我拿起来，可爱哦。好了，最后一题，请这里。很多人都饱受肥胖的困扰，不论怎么减肥都还是失败。近日有位网友竟靠着什么样的方式成功了减重了29公斤 ？A. 闻臭袜子降低食欲 ，B. 吃卫生纸满足食欲。人间明灯，闻臭袜子，那他的脚要够臭，要每天一直闻。先把选项拿出来再说答案。我选B。吃卫生纸，因为食欲嘛，他感觉有吃，因为他没有说他吞下去啊，他咬咬咬咬咬呸啊，就感觉他有吃东西这样子，就是骗自己嘛，也可以看能不能骗掉大脑，因为闻臭
降低食欲，闻完之后他要20小时拿着袜子这样子吗？你只要闻一闻就开胃，因为不闻的时候就会饿。闻一闻开胃啊，就哎，然后确实，而且要取得一直到处去跟人家，除非他在坐在路边一直闻人家的臭袜子，因为没有那么不一定每个袜子都臭。他要取得臭袜子的来源。基于鲍鱼之事，对，久而不闻其臭，嗯，所以就有食欲了。对，来，挑战者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该你啊！等我想想，不要想，想会就是哦。你都记得我们的全路，对啊，该你啊！来，准备好，还没，还没哦，准备好，还没。来，柴鱼，柴鱼萝卜，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，他不稳。你没有等一下或这样子，没有这种等一下。有。好，这把不算，来，丑一哦。好，被发现权了。等一下，好，后头我也等一下，被发现权了。等一下，像他这样，他竟然变，他就说等一下。最尴尬了，不好猜，不好猜。他说等一下。哎，来哦，准备好了，准备。剪刀石头布。集都猜赢哎！对啊，应该还是没拐到哈。对啊，等一下要选对答案了。没有，他刚才等一下是我们的策略，要选对答案哦。等一下，要拐你一下。你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我觉得是吃卫生纸，因为不是都有些吃一些奇怪的那个东西的癖好，吃香皂啊，吃卫生纸。谁吃香皂啊？有真的蟑螂哦，吃灯泡啦，吃铁钉啦，哦，吃香皂，然后吃玻璃啦，吃玻璃。我是觉得，因为真的闻久了。免就乏了，对。居于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就是因为这个感觉，所以我觉得那也就不断的往上臭才行。对啊，而且不是就有一些食物的味道就像臭袜子，所以你闻闻可能会。你说臭豆腐啊？对，会激起你的食欲啊，蓝带去死啊。那叫蓝莓起，蓝莓起。发币，再次。哎。只要不要洗，它就是一直放在一个罐子里。你在闻的时候，你就会一直有一种干呕的概念。你就闻了之后，你就想吐。你们刚刚有猜 A 哦？如果是我会猜 A。日本电视台近期播出了一段趣事哦，有趣的事哦。对，他这边真的写趣事啊。对啊，是他写的。趣闻不会啊，他真的写趣事啊。一位长相甜美的美少女到了澳洲留学，竟然把自己吃成了80公斤的小胖子。回到了日本以后，她怎么减都没有效，直到了她发现了。他爸爸就是广志的臭袜子，然后他发现他的闻到那个味道，就让他食欲全消了，他就灵光一现，只要他决定他肚子饿的时候，就闻他爸爸的袜子一次，这样，所以他成功从78公斤瘦到了49公斤，哇，真的，哇，解馋，这个真的很呕哎，闻到会干呕，所以你要存一下，我可以拿这个来闻看看，哦，搞不好效果，我拿我侄子的袜子给你，你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三个可以捐出来，对啊。我们广大观众，哎，这边有就打电话进来哦，打电话进来。我们帮你弄一个房间进去就这样，直接出来变公主。哎，饮料饮料，你去登山就好了，露营啊，三天。耶！来，好陌生的味道。开心哦！那待会超想吃的哎。哇，知道你们很陌生哦。这个牛肉。OK 啦，一人吃一道 ，OK， 公平。对，嗯。先吃面的口感，我待会为大家煮这个汤。哦，没有，先吃和牛的口感。嗯，好赞哦！哎，我要加一颗酒对吧？对，我要加一颗酒。对。喝牛，今天浪费。和牛你不用咬。哎，我。你用抿的就整个都开了。嗯。我喝完这个，整个喉咙都爽掉，可以喝一点汤。是爽还是？你要抽袜子。没出息的人球。用这个杯子装。装汤啊。炒面酱好好吃哦，嗯，对，还有这个和牛那个油啊，哇，油包裹在面条上面，嗯，非常香，嗯嗯，哪一个在面条上？和牛煎和牛那个油，肉的油脂，油啊，嗯嗯，哦哦，他后来又把那个他牛排拿起来，就剩下的那个把面全部倒进去和，对，
它的和牛是加热到现在差不多是八分熟到九分熟，八九有那么熟？如果说今天是在五分熟六分熟，它那油脂感会感觉不舒服，我会带腻的，看一下，现在刚好，它的肉是有点带脆口，是有一个什么麻辣锅的还是什么，他们就是把那个做成了一个小熊的样子，放在很多有啊，有蛮多，现在模型到，对，这是模型，对对对，那个是牛奶，把牛奶灌进去就好，牛奶，鲜奶，它把它灌进去就可以了。那个萝卜泥在里面是很重要，会很清爽。陈主任叫雪花锅，小心烫。那是不是要把那个熊把它倒进去里面会更好？对，就边吃边把它拌进去。对，我也可以闻闻看。熊在泡汤，香哦，泡汤。刚有吃扇贝是不是？也有扇贝，也，我们也有扇贝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有扇贝。哦，这个汤头跟刚刚又不一样，不一样感觉，因为旁边有味噌，还有红豆增加，对对对，有淡淡的味噌的香气。对，好了，邱宝郎师傅统合一下来，这汤呢，它有加的。淡淡的那个味噌，其实味噌你单吃会有一点点咸味，但是它只有抿一点进去让它搅拌，然后刚刚也用那个萝卜泥啊，萝卜泥的甜味以及它的蔬菜白菜的鲜，我觉得这个汤真的非常成立，非常的甜哦，好温暖，它光是白菜用的量那么大，而且它的底汤，对，它的底汤又是猪的梅花肉，所以没有那么熬蛮久，是用了快一颗的白菜，对，汤的甜度很足够，可是都是这些蔬菜鲜甜。食材出来的，好，掌声鼓励，耶，谢谢，好喝好喝。好了，倒霉王呢，继续的往下挑战，这个赛事会拼到最后一刻，看谁会穿上那一套可笑的衣服，好不好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两位主厨带来的五星级非常精彩的内容，谢谢两位主厨，谢谢两位，谢谢周董上台，谢谢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厨》。祝所有想去北海道去不了，可以吃到北海道所有美食的朋友健康又幸福。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世界料理赛，师傅观望没压力，狂泼冷水惹恼来宾出代机。宋哥好像来就没赢过。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宋哥现在拿刀，你不要太激怒他。原本陈哥会挡，陈哥会挡。他不好挡啊，他高个人，那么激怒。压力从哪里来？就是说你在旁边一直谁谁聊，谁谁聊，像谁谁聊。我觉得大家都同事一场，有时候讲话可以。是谁？你跟我说，我先扁他。慢慢的有形成咸豆这样的感觉。越冷越开花，越开花。啊，那个宋哥，你现在是把它切小丁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啊啊！掉大啊！我以为他要把猪血放到炒达汤里面呢。寒流来西边环漏，暖心汤物大厨教你做。做菜的时候，你可以比如说准备一个滚水，那你现在切剩下的料往里面丢，丢完之后这就是个高汤了，就来炒白酱，它其实就有点像很浓的勾芡，可以把它哇，然后把它拌一拌，好稠哦，你会把它煮过去那儿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把它放过来，比较奇怪，对，哇。红萝卜一定要炒过哈，这基本的一层层香气一定要，就是在羹汤里面，这边味道释放出来之后，你再把这个鸭血放进去，一定是勾完芡之后再下。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